願我懂得勸人與神和好。大家要記住，勸這個字呢不會只叫一次的，可能都叫三四次的。有沒有聽過再三勸你？所以勸呢需要有些耐性的，讓你一起來為這心來到祈禱啊。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搖搞一切相信的。主啊，感謝你將救恩賜給世人，叫人能夠認識耶穌。現今基督的裏面，我們就是新造的人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。求主使用我們將這勸人與神和好的信息傳揚，見證救主已降臨人間，與人同在，叫凡信靠耶穌的都要經歷福音的大能。主啊，願我們各人在傳揚福音的時候，早早預備與人分享的見證，讓有耳朵的都聽得明白。主啊，面對敵擋福音的群體，甚至我們有柔和的心，勸戒那些抵擋的人，有智慧回應他們的質疑，又有警醒的心，找著權柄立刻禱告，以真理作根基，將一切異端邪說拆毀，揚起真理的聲旗，舉起救恩的杯，肩負一領三行動，定義把人帶到主的門前，感謝主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，阿門。愿圣灵激励我。有时可能我都不想传福音，那个时候不是说睡饱觉或者吃饱东西可以传福音的，传福音需要圣灵的能力。让我一起祷告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万军之主，求你向你民说话，叫我们众人心灵苏醒，有力思想。主啊，愿主的真理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叫我们晓得得胜之道。求主显出你的荣耀，叫心里有神话语的人得蒙圣灵的引导，叫我们明白主的作为，不但心灵雀跃，更会心里火热，渴慕服侍主。主啊，愿你同作的大能激励我们，叫我们不但要祈祷，更要将福音来传扬，努力寻求同路人，用心展开传扬福音的工作，务要把人领到主的宝座前。求圣灵的大能充满我们，充满我们。神啊，我们深信神必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力，充充足足承载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但愿神在教会中，定在基督耶稣里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。感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